学校穿堂一早就堆满物资箱，每项物品都是祝福。这笔是宝特林，跟这个夹子都是宝特林做的，都是非常环保的物资啊。慈济与高雄市府合作，提供弱势学生物资。运送过程突然下雨，环保车无法遮雨，出动志工的轿车塞满米袋。好像不行啊，这样太重了。 物资就像礼物送出钱，小心呵护。但50公斤米袋得搬来搬去，志工卯足了劲。三个志工搬一袋，尽快将心意送达。他跟五间学校联络得非常的顺畅，所以我们这一次送这物资非常的顺利。我也很感佩慈济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跟远见，可以帮社会。 拉起连结的线。校方前一天就通知家长准时到校领取。这本机师也很好用哦，大人小孩都很好用。家也有啊，我大嫂是。啊，这太好了。志工的祝福安慰着疫情冲击的家庭。妈妈都工作嘞，妈妈是妈妈是农作，临时工呀，就是很感恩这样子。 家书希望长大后也可以去帮助这些人。物资箱不止提供食物，点滴关怀更浇灌了孩子心中的善种子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雅萍、吕慧玲，高雄报道。